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您的加入啊！与我们一起再行讨论总体经济学的各种理论，还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议题。我们在前一个讲次啊，谈到了所谓的劳动市场啊，我们做了劳动市场简介，谈到了工资率、均能工资怎么决定的，也谈到了失业，什么叫做失业，失业的种类有哪些，造成失业的原因有哪些。我们更进一步谈到了所谓的欧肯法则，也谈到了所谓的菲利普曲线。 啊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开始啊，就要进入所谓的完整的总体经济模型，好、啊，开始去谈到整个总和需求怎么来的，整个总和供给怎么来的，那整个总体经济的均衡，总和供给等于总和需求的均衡决定又是怎么来的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探讨的东西是什么？是总和需求曲线的一些基础。那这个基础呢，从我们原来哈、啊，各位同学还记得吗？我们的第一章。 好，第一张的图一之一，我们不是有三个部门、三个市场吗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谈什么？就要谈货币市场跟商品市场它们之间的关系，形成所谓的总和需求曲线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讲次啊，好，就开始要谈什么？谈商品市场啊。既然是商品市场，那既然就有所谓的商品市场的需求、商品市场的供给。 商品市场的均衡等等的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就来看我们这个讲次的学习的目标。我们这个目目标啊，大大概上很简单。第一个当然就要想要同学能够知道我们商品市场的需求包含什么，例如说我家具单位的消费、厂商的投资、政府的购买啊，它的意义是什么？好，影响它的因素又是有哪些？第二个当然要去了解一下我们所谓的总和供给曲线啊，就古典学派跟简单凯恩斯学派而言。 总和勾给曲线又有什么特色？那最后当然要了解一下商品市场如果要均衡，那古典学派的看法，凯恩斯学派的看法又是什么？哈，好，那根据这个啊，我们大概我们的呃授课大概整个单元大概、啊、大概就分几個概念。第一个，但就是所谓的商品市场需求包含了消费、投资跟政府的消费。第二个是商品市场的供给，这个就牵涉到要素的。 啊，跟产出之间的关系，那再来三节就是所谓的商品市场均衡，我们分别去谈古典学派商品市场均衡的条件，啊，它到底什么状况之下才要均衡了？凯恩斯学派均衡的商品市场均衡的时候又决定在哪？那最后我们汉巴兰讲啊整个的商品市场均衡的条件是什么东西？哈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商品市场的需求包含了什么。 啊，那各位同学如果还没有忘记，各位同学可以去翻到我们课本的第一章，好、啊，我们的图一至一，啊，我们图一至一，我们说整个封闭体系里面有三个部门，三个私房型分别什么？啊，我们有家级单位，我们有什么？有政府部门，我们还有什么？还有厂商。那如果谈开放体系的话，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国外部门。所以我们说整个国家的产出给谁用？就需求面在哪？ 当然就是加计单位，加计单位拿去什么？我们说它拿去消费啊。那厂商拿去什么？厂商拿去投资啊。那政府部门呢？政府部门也去拿去消费支出购买掉了。那剩下的呢？剩下用不完的，我们称为存货。那一般我们就放在所谓的呃投资部门里面，也就放在所谓的厂商部门里面。那如果有国外部门的话，那用不掉，当然就什么？当然就是出口。 换句话说啊，如果我们谈封闭体系的话，那整个总体经济里面的需求大概就分为三个部门：一个就是家具单位的消费，一个就是厂商的投资，另外一个就是政府的购买支出或者是消费支出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家计的消费。好，我们这一节重要的东西在说，哎、欸，构成商品市场的需求啊，我们说有三个部门。 啊，家具单位的消费，厂商的投资，政府的购买性支出或消费性支出。好，而且第二个重点我们要研究什么？第二个我们要研究说，好，那影响这些需求的因素有哪些？好，影响，例如说，影响家具单位消费是什么因素？影响厂商的投资啊，它的投资又是什么因素？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一这一节最主要重点。所以，当我们知道这些项目以后，接下来我们要谈什么？我们就要谈。 影响这些因素的原因因素是有哪些？好，所以我们第一个看的当然就是家计单位的消费。好，什么东西会影响我们家计单位消费？很简单哈、哦，因为我们同学，我们每个人就是什么，就是一个家计单位。那什么也会影响你的购买消费性支出？当然就是什么？当然就是你的所得啊。可是你的所得你，你你从要素市场里面提供要素赚取所得，对不对？拿到所得是不是全部可以拿去消费？不是啊。 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先怎样？政府先要科对你科一个租税。换句话说，会影响你消费的，虽然是整个所得没有问题，可是因为你的整个所得还要先科什么？啊，政府還要先科所得税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说，影响你消费的最重要的哈，最主要还是什么？就是你的所得减什么？减你的租税负担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什么？所谓的可支配所得。 那一般来讲，当然什么，我们很很容易想嘛，可支配所得越高，当然我们的消费就怎样，消费就越多，啊，消费就越多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的消费函数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表示成可支配所得的函数，啊，也就是可支配所得就是什么，就是所得减租税负担，而且这个可支配所得越高呢，消费也会越高。 啊，这是我们一个得到一个结论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凯因斯呢？凯因斯啊，更进一步认为啊，消费是受可支配所得影响，没有问题，而且是正向的。而且他进一步假设什么？假设可支配所得跟消费之间成一个什么？成一个线性关系。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程式啊，整个消费受什么因素影响？整个消费会等于什么？会等于 A 啊，这是所谓的自发性消费。 也就不管你有没有所得，你还是要消费，再加上一个 b 乘上可支配所得，那这个 b 一般我们就称为什么？我们就称为边际消费倾向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当你的可支配所得增加一块钱的时候，你的消费会增加 b 块。那一般而言，b 会介于零跟一之间。好，那凯恩斯说这是什么？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法则。好，各位同学可以想想。 你的所得增加一块，你的消费会增加几块，原长会于一块，那剩下你会拿去什么？拿去储蓄起来。换句话说，当你所得增加一块的时候，你储蓄会增加，消费也会增加。那储蓄跟消费两个加起来增加的数额加起来，刚好等于什么？刚好你等于你的所得增加的额度。换句话说，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结论出来了：消费受什么因素影响？消费受可支配所得的影响。同理，储蓄。 也是受可支配所得的影响。好，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需求面啊，家计单位的消费它受可支配所得的影响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要看什么？要看厂商的投资需求。好，一样我们可以想到我们的图一之一，厂商的投资需求到商品市场去买东西来投资，它需要什么？需要资金。所以它资金在哪边？它要到金融市场里面去怎样发行公司债？ 借钱，那发行公司在借钱需要什么？当然需要付利息啦、啊。所以影响投资最关键的是什么？是利率水准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利率水准越高，就代表什么？代表投资融通所需要的成本也就越高。成本越高，在报酬率不变的状况之下，我可以投资值得投资的计划就会越少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的利率水准不变， 那投资报酬率越高的就越值得执行。那当我的投资报酬率低于利率水准的时候，就不值得执行了。所以呢，投资就受什么？是受利率水准的影响，而且什么？而且是负向的。利率水准越高，投资金额就越低；利率水准越低，投资金额就越高。可是这里要提醒各位同学一个是，投资的利率水准是什么？ 当我们有所谓通货膨胀的时候，有通货膨胀的时候，那不管是借款的人，还是储蓄者哈，借钱给别人的人，实际上他们都要什么？他们都是要一个实质的报酬，都是一个实质报酬。换句话说，影响投资的因素，在有通货膨胀的情形之下，就不再是名目利率水准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实质利率水准。 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写出我们所有的投资的函数。投资函数受什么因素影响？受实质利率的影响。而且利率越高，实质利率水准越高，投资金额也就会越低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：厂商的投资需求受实质利率的影响。如果有通货膨胀的话，啊，就受实质利率的影响。而且是什么？而且是负向相关。好，那再来。 第三个需求在哪？就在政府部门的消费需求。那政府的消费需求啊，在哪？啊，政府原则上政府的支出啊，可以分为两大类，一个是所谓的移转性支出，好，这移转性支出什么？就是政府把钱啊，收到的税，把钱怎样支付，直接拿给人民啊，像我们一般所谓的什么，例如说中低收入户补助，就是所谓的移转性支出啊。那剩下就是所谓的购买性支出。 好，政府直接去购买财货，到商品市场去购买财货。可是购买财货的概念呢，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属于投资性的投资支出，好，就政府的投资；一种是属于消费性的。好，那这要看，如果政府的投资性的这个支出啊，我们把它摆在所谓的厂商投资，把它看成是个国内投资来看的话，那政府支出的这一块需求这一块啊，就纯粹就只有消费支出。好，那如果 投资的那一块，哈，在投资里面啊，如果只有涵盖所谓的厂商投资，啊，并没有包含政府投资的话，那政府需求这一块就是政府的购买，包含什么？包含政府投资跟什么？跟政府的消费性支出。所以呢，呃，就要看啊，我们怎么去定义它。其实两种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哈、啊，只要不要重复哈、啊。不要说，哎，政府的投资支出呢，算在厂商的投资里面了。 可是，在政府在算政府的需求的时候，要把政府的投资支出的需求啊，又放在政府的需求里面，那就是重复了啊，这样就不对了哈。好,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政府支出的部分。好好，可是政府支出的部分受哪些因素影响？我们可以知道啊，政府支出决定在哪？决定在预算书啊。预算书怎么编？预算书就看行，像我们国家就看行政院主计总处那边怎么编。 就这么编，它会不会受啊？我们现在物价水准比较高，现在利率水准比较低啊，等等的影响，完全不会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一般都假设政府的租税收入啦、啊，政府的支出啊，全部都是什么？全部都是政府制定的。它在整个总体经济体系里面，它是属于一个外生变数，它是固定的，不受总体经济的影响。政府想要花多少就花多少，政府想要收多少租税，它可以自己去定定。 换句话说，从这个概念上角度来看，政府的支出、政府租税是一个外生既定的，啊，它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。所以有了这些种概念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商品市场需求就等于什么？就等于加急单位消费，加急单位消费受什么？受可支配所得的影响，再加上什么？加上厂商的投资，厂商的投资受什么？受利率的影响，实质利率的影响，而且是负向相关。 再加上一个什么？加上一个政府支出，政府支出是一个固定的常数，这就是什么？就是整个总体经济的商品市场的需求，封闭体系里面。好，有了商品的需求以后，接下来当然要谈什么市场嘛，所以当然还要再进一步谈什么，谈供给。好，那商品市场供给怎么来的？一样，回过头来我们看到我们原来图一之一的概念，商品市场供应从哪边来？当然是从厂商。 去雇佣要素市场要素，透过生产技术水准而得到的。好，所以理论上产出是多少的时候，需要看什么？那需要看要素市场均衡的就业量是多少。有了均衡的就业量，我就可以知道均衡的产出是多少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供给会受哪些因素影响？当然是受什么？受就业的影响，要素的就业影响。可是同样道理，要素就业会受到受到哪些影响？ 当然就可以受到什么？它可能就会受到物价水准的影响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找总和供给，或者是所谓的总和供给曲线，我们要找什么？其实是要找物价跟总产出之间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需要找物价水准变动的时候，对要素市场供给跟需求的影响是什么？它如何影响均衡就业量？ 再进一步，如何影响均衡的产出？所以不同的价格啊，不同物价水准，我就有不同的就业量，有不同的就业量，我就有不同产出，所以我就可以找出物价跟产出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就称为什么？称为总和供给。那如果我们画在横轴啊是产出，纵轴是物价水准的平面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找出所谓的总和供给曲线。 好，我们可以表示在其他情况不变之下，物价水准跟总产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就称为什么？称为总和供给曲线。啊，那一般来讲啊，我们就告诉你说，实际上在总体经济的发展里面有两个极端，一个就是什么？一个就是古典学派，另外一个就是什么？就是简单凯因斯学派。好，这两个学派对总和供给曲线。 他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？那就回归到他们原来的经济背景环境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古典学派的概念。古典学派基本想法是什么？是因为永远处于充分就业啊，不管供劳动供给、劳动需求、要素需求、要素供应怎么变动，因为价格可以充分调整，所以永远处于充分就业状况，所以产出呢也永远处于充分就业之下。产出，换句话说，不管物价水准如何影响。 劳动供给、劳动需求，均人就业量会不会动？不会，所以均人产出也不会。换句话说，从古典学派的角度来看，它的总和供给曲线就是一条什么？就是一条直线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啊，横轴是产出，纵轴是物价水准。好，那总和供给曲线是个垂直线。好，不管物价是在 P 零或者在 P one，产出永远都是在 YF 啊，充分就业之下水准。好，那凯恩斯呢？ 简单凯恩斯学派啊，他概念又完全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他那个年代里面，一九三零年代啊，世界发生大经济大恐慌，有大量大量的失业存在。换句话说，当劳动要增加雇佣的时候，厂商要增加劳动雇佣的时候，劳动薪资水准会不会改变？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本来就有大量失业，所以即使厂商要增加产出、增加雇佣劳动， 也并不会使得劳动的工资率上涨。换句话说，厂商生产产出的成本并不会改变，啊，平均成本并不会改变。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总和供给曲线就呈现什么？呈现一个水平曲线。啊，不管生产多少，雇佣多少要素来生产，它的平均的生产成本怎么样是不会动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简单凯恩斯模型之下。 啊，它的总和供给曲线会呈现水平线哈、啊，就不同的产出水准之下，Y 零甚至于 Y one 的时候，物价水准都怎样都是固定的。那由于在这个极端的情形之下，所以呢，呃，古典学派它可以商品市场就可以决定一个均衡，同样道理，凯恩斯学派也可以决定一个均衡。那是因为什么原因？是因为他们有极端的假设的存在。好。 了解了商品市场的需求跟供给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下那商品市场均衡要怎么达成。好，我们首先回头来看一下什么？看一般的条件是什么？也就是我们的第五节五至五节商品市场均衡的条件是什么？我们很简单，产出是 Y，需求什么？需求是 C 加 I 加 G，C 受可支配所得的影响，可支配所得的就是什么？就是 Y 减 T。投资呢？投资受利率的影响。 政府支出诶，政府支出是固定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啊，在均衡的状况下，如果不考虑国外部门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就考虑国内部门，哈，那整个的商品市场均衡就是 Y 等于多少？Y 等于 C 加 I 加 G，哈，那如果有考虑到国外部门的话，那就 Y 等于 C 加 I 加 G 加 X，X 什么？X 是出口，那可是我们要想把什么？把进口减掉。 可是，因为我们课本上局局限在什么封闭体系，所以均等是 Y 等于 C 加 I 加 G。所以呢，各位同学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方程式，如果我们把这个方程式稍微挪一下哈，把这个 C、把 G 往右边、往等号的右左手边挪动的话，那我们就是 Y 减掉 C 减掉 G 会等于什么？会等于 I。那等号的左手边实际上就是什么？就是整个国家的储蓄会等于什么？会等于投资。 那国家储蓄受什么因素影响？在政府的支出不变、政府的租税不变的状况之下，整个政府的储、整个国家储蓄受什么？受所得的影响。那等号右手边是什么？是利率水准，受什么？哎、欸，是投资水准，受什么因素影响？受利率水准影响。换句话说，商品市场均衡啊，它有两个内内生变数，有什么？有所得跟利率，所以。 商品市场均衡能,能不能单独决定？由这个看看法角度是没有办法单独决定的。它需要同时决定 Y 啊，所得跟什么跟利率水准。好，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我们就回过头来来看我们前面谈到了那两个极端，一个什么？一个是古典学派极端，一个什么？一个是凯恩斯学派的极端。我们就来看一下凯恩斯学派极端是什么？刚说了，凯恩斯认为什么？凯恩斯啊。 在凯恩斯学派里面，简单凯恩斯学派里面，他认为什么？认为供给曲线是水平的，而且在那个年代里面啊，因为有大量的事业，要素有大量的事业，资本也有事业，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厂商会不会进行投资？原则上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投资是为了累积资本，可是现在厂商市面上有大量的资本失业了，那厂商干嘛投资？所以在那个阶段里面啊，在那个年代里面啊。 利率再怎么低，投资都不会增加。换句话说，在简单凯恩斯里面啊，他们假设什么？假设投资是不受利率影响的，是个外生变数，因为那是他们那个年代的问题啊，因为经济大恐慌要素大量失业的状况。那我们就可以发现，就凯恩斯学派而言，商品市场均衡的时候，就可以决定什么？决定一个所得水准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课本的图里面。 哈，这个投资等于需求啊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投资横轴是什么？横轴是所得水准，纵轴是什么？纵轴是储蓄跟投资。那我们的投资呢，是一个固定的金额，啊，不受所得影响，不受利率影响，所以它是一个水平线。可是储蓄呢，储蓄是受所得影响，所得越高，储蓄越高。所以从凯简单凯因斯的模型里面，储蓄等于投资的这个商品市场均衡就可以达成了。 它决定什么？决定一个利率水准。那同样道理，当储蓄增加的时候，储蓄曲线就会上移。储蓄曲线上移的结果，最后的结果造成是造成什么？只造成了均衡所得减少，储蓄没有改变。那这一般我们就称为什么节俭的矛盾啦、啊。啊，这是所谓的简单凯因斯基本的想法，因为它一个极端假设，投资是固定的，不受利率影响的概念，所以商品市场原来需要。 所得跟利率同时决定，才有办法均衡的结果。最后，简单卡恩斯里面均衡的所得水准就可以决定什么？决定商品市场均衡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？另外极端当然就是古典学派极端啦。那古典学派极端是什么？我们刚刚提过了，古典学派认为什么？认为所得永远不变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永远处于充分就业之下的所得，永远处于充分就业，所以所得是不变的。换句话说。 换句话说，原来商品市场均衡条件是储蓄等于投资的。那储蓄受所得的影响，投资受利率的影响。那现在古典学派认为怎样？认为所得是固定的。换句话说，在古典学派这种极端假设之下，它的储蓄是怎么样？储蓄是固定的，因为所得不动，所得固定，所以储蓄也固定。换句话说，在储蓄固定的情况之下。 利率会影响投资，所以在均衡的状况之下，就可以决定什么？商品市场均衡的时候，就可以决定一个利率水准。所以各位同学可以看到我们的课本的这个图形，哈，我们的投资，啊，横轴是投资跟储蓄，纵轴是利率水准。那我们的储蓄呢？储蓄是一个垂直线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受利率的影响。可是投资呢？投资是个负斜率的，因为利率越高，投资金额越。 少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决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商品市场均衡条件，投资等于储蓄的时候，根据古典学派的概念，它就可以决定什么，决定出一个均衡的利率,率水准出来，啊，就可以决定一个均衡利率,率水准，啊，好，那这个大概基本想法是这样。我们说，哎，储蓄不受所的影响，OK，没有问题，啊，就根据古典学派的说法，啊，那根据凯恩斯的说法是。 储蓄受所的影响，投资不受利率的影响，啊，这是两个极端。啊，古典认为投资受利率影响，储蓄受所的影响，可是所得固定，所以储蓄是固定。所以古典学派的商品市场均衡决定利率水准。简单凯恩斯学派呢，认为投资是固定的，储蓄受所得影响，所以商品市场均衡的时候可以决定出一个什么利率水准？好。 那我们如果进一步放宽假设呢？放宽什么假设？如果我们的消费不止受所得影响，而且我们消费也受利率影响呢？好，如果我们的利率越高，那我们消费会变动。换句话说，当利率越高的时候，我们的消费可能会越低。消费越低的情形之下，我们的储蓄就会怎样？储蓄就会越高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如果放宽假设，储蓄除了受所得影响。 它也会受利率影响，而且是正向的影响的话，我们常说哈，我想要储蓄，利率越高，我想储蓄越多啊。利率百分之一百，百分之两百，我想储除蓄一亿，储蓄两亿。可是真正牵涉到你储蓄能力是什么？是你的所得，你的所得没办法。所以呢，一般来讲，储蓄我们可以放宽为是既是所得的函数，也是利率函数，而且都是正向相关的。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原来古典学派图形那条、个、储蓄曲线呢，就可以变成正斜率的曲线，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课本上这个图，一样，横轴是储蓄跟投资，纵轴是利率水准，好、啊，投资曲线依然是负斜率的，啊，利率越高，投资金额越低，储蓄呢，储蓄虽然所得不动，可是因为储蓄受利率的影响，利率越高。 储蓄也就会越高，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商品市场依然有一个均衡，这个均衡依然决定了什么？决定了利率水准。换句话说，在古典学派里面，跟凯因斯学派里，啊，虽然商品市场的均衡需要所得跟利率同时决定，才有办法决定均衡，可是因为简单凯因斯学派。 极端的假设，假设投资是固定的，所以简单凯恩斯学派商品市场均衡可以单独决定，决定什么？决定一个所得水准。同样的道理，古典学派的极端假设，假设所得固定不变，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商品市场均衡依然可以单独决定，决定什么？决定一个利率水准。 啊，它这个就可以决定均衡了，好，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。那未来我们当然会放宽这些极端的假设。好，未来因为是商品市场，可是实际上利率会受什么因素影响？利率实际上会受金融市场里面的货币市场，甚至于债券市场的影响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如果要讨论商品市场均衡的时候，除非简单凯恩斯跟古典学派这两个极端，要不然。 总和需求曲线，商品市场要均衡啊，利率跟所得并没有办法单独决定，而需要透过货币市场来共同决定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最主要的内容所在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下个讲是开始就要谈什么？但然就要开始谈所谓的货币市场，从货币市场它如何决定利率水准，货币市场的所得如何影响利率水准。 啊，所以货币市场，我们就要开始谈所有的货币市场的供给、货币市场的需求。那我们下个讲次啊，就从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开始谈论。我们同来谈货币市场的整个的均衡啊，货币市场供给有哪什么？货币市场需求有什么？啊，那供给有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，货币需求有古典学派货币需求、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等等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？ 大概谈论了整个商品市场均衡条件是什么？条件是储蓄等于投资。那古典学派跟简单凯恩斯学派有不同的极端假设，它可以单独决定。我们也谈论了商品市场需求有消费、有投资、有政府支出。消费受可支配所得影响，投资受利率影响。商品市场均衡是投资要等于储蓄。 这个是我们商品市场得到一个均衡的条件。好，以上啊是我们今天所讲授内容，期待下次再与各位同学再见。